好了，来看看这个今天啊，给大家伙带来一个来自于黑虎天骄表演的这么一个视频。这个视频呢，就是传说中的惩罚者啊。惩罚者大家伙都知道，惩罚者这个游戏呢，好，可以看到咱们玩这个摊分玩法。这个摊分玩法是什么意思呢？你看啊，大家伙能理解吧啊？啊，摊分玩法呢就是打分，分数最高即为正义，你们懂就好了啊，大概是这个情况啊。好了，可以看到咱们用这个下上的特殊技，惩罚者这个人呢，咱们大伙儿都了解，这个游戏小的时候也非常经典。小的时候我认为它没有这个恐龙经典啊，因为恐龙的话呢是有这个特效啊，这个有很多暴击，惩罚者呢是非常高级，特效也好，但是呢可能就没有一些特殊。怎么看？我呦，就这个枪，哎呦呦呦呦呦，哇！我感觉打出了乱射的感觉，就是那个啊，你们知道乱射吧？就是这个啊，就是那个漫游，知道吧？就这个很厉害啊。好，咱们看看，他喊的是200多啊，喊的确实是200多啊。甩枪，哎，你们看这里面的小怪，那个人长得明显一副主角脸，就这个刚被打的这小子啊，这个叫严什么啊，一副主角脸啊，李什么玩意儿，这小子啊，李严，哎，这名叫李严，这李严这个人一副主角像啊，结果是坏人，我也是服了。然后那个猫咪是怎么回事？他不害怕吗？啊，好了，举着箱子走，这也太假了吧！一脚扛着箱子，一脚踢到公交车上，我真是服了。这个设定啊，内心无比妈买皮啊！这个内心确实是妈买皮的。可以看到，第一关就打到了130,000分数，还没有过关啊！刚才那是狗，但不是，是我眼神有问题，还是你们那不是猫吗？那不是白猫吗？白猫班长怎么变成狗了？你们好像眼神是我眼神有问题，是你们有问题啊？我操！好了，可以看到这帮人拿着电皮的管签子呢，对吧？啤酒瓶、易拉罐，有点像要你命三千的感觉。你看什么东西都有，是吧？啊，刀枪剑戟、斧钺钩叉、烧饼馒头、包子麻花。啥都有，你看，大锤子、大忍刀、棒球棒、小匕首、大管子，你看什么都有啊。惩罚者的剧情也给大家伙讲过，这个游戏的剧情呢很简单啊，就是惩罚者一家人呢，这个在郊游的时候呢，发现了这个黑社会处决这个其他人的这么一个场面。结果呢，被发现了之后呢，他的妻子和女儿呢，就被搞死了。搞死之后，他就想复仇，他就变成了最强复仇者，成为了一个没有超能力的超级英雄啊，惩恶扬善啊。虽然说呢，他的帮手呢是就是那个漫威里面咱们那个神盾局局长啊，就是尼克弗瑞，但是呢，这个尼克弗瑞啊，这个比他要仁慈一点啊，他不主张这个以暴制暴，但是他就是哇哇暴暴暴暴暴暴一顿暴啊，就是暴。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说这个他就报仇啊，报仇之后呢，好的，跳起来一个空杯直接背死。报仇呢在第二关啊，这个他的仇人理论上就死了，但是呢他背后的这个大佬呢没有死。我每次解说的时候都给大伙讲一遍啊，好多人看不懂这个剧情。其实这个就是这样的，咱们看看最后这个道具讲了多少分。一枪崩死。 Please don't kill me，Thanks and goodbye， 谢谢 and 再见，就是干你啊！好了，咱们要去抓那个黑社会的头目啊。这个黑社会的头目呢，其实是小头目，并不是最终的 boss。所以说呢，咱们这个游戏剧情呢，虽然说在第二部就已经把那个黑社会的 boss 打死了啊，说白了还不是咱们动的手，还是那个黑社会的那个真老大，然后呢，这个照的这个机器人动的手啊，机器人一个镭射眼，直接把这个咱们要报仇的人给整死了，知道吧？但是呢，这个人呢，这是他家的别野，你看，这是他家大别野，咱们需要从下水道里潜进去，非常的皮啊。惩罚者里最经典的一句话，Thanks
and goodbye 是吧啊为什么呢啊，好，这里面这个李岩90多个啊，最后那个 boss 我跟你说啊，你们见着高手玩你就知道什么 boss 什么难打啊，都不存在的啊。当然呢，惩罚者呢，我推荐大伙可以去看那个什么，可以去看那个，好了，你可以看到他把那个花盆往这一摔，然后捡了10000分。这个如果我建议你们看那个惩罚者的美剧啊，这个包括惩罚者这个他的定位啊，是真的是漫威里面没有几个比较有内涵的人啊，就是惩罚者这个以暴制暴啊，你会发现怎么说呢？就是他这个以暴制暴是非常直接的，对吧？以牙还牙啊，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对吧？你对我的伤害，我10倍奉还，啊，不跟你讲道理，知道吧？就是干。好了，可以看到，刷刀啊，这个刀，撇呀，扔啊，兄弟，你不扔刀，你干什么？准备好，好，扔了。刷刀这个玩法啊，这个哎又一只哎，好，可以看到真的是专业啊。因为我说，我跟你说，你们看玩游戏啊，这大神嘛，他就是有路子。你们不要问我说哎他刷刀干什么啊，对吧？不要问我干什么啊。好，没事，还有10秒钟啊，你们又为什么要那么着急呢啊？整个这个游戏剧情也就50分钟啊，不到，也就50分钟左右啊，甚至不到50分钟啊，这点都忍受不了啊。你看他刷刀的这个玩法，如果是 TAS 的话，我觉得应该更牛逼一些吧，他能骗出多少个刀出来啊，对不对？这逼身上有几把刀，他是小李他妈的飞刀啊，这是手上最起码得有7把刀吧。好了，不行了，忍不了了，时间到，我们一起来祷告。仁慈的父，我已坠入看不见罪啊！一顿，咱们看一顿乱射，啊、一顿准这乱射狠啊！200多，小的时候我们都叫这个200多啊，不知道为啥叫200多。他这个一个200多，还有玩街霸也是赢了之后 UV 200，我们老说牛逼200，我不知道啥，小的时候就是牛逼200是啥意思啊？好了，一顿甩枪。其实这么玩吧，只是秀一秀而已，没啥用处啊。有小妹儿，看，哎，花盆儿，好，小妹儿，亲一口，哎，哎呀，这个小妹儿啊，9个雷了，看不看见？吃满了，然后加分。这个小妹儿啊，实话实说啊，真的是身材也对吧，身材也好。亲一口就跑，还加血，对吧？怎么说呢？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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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这个东西得捡起来啊！亲一口，只有这个环节啊，包括西部牛仔也有这种环节。好的，为什么不上楼？为什么要从这儿走啊？不上楼吗？好的，看，就这个后面的光头，就后面的光头被一个雷射眼直接刺死，看不看见？刮一个雷射眼啊！其实到这儿呢，大仇就已经报了，就已经报仇了。但是咱们那个 Kingpin 啊，就是幕后黑手，就是万恶之源，所以说咱们要找他干。金饼是吗？是狠啊！好，可以看到这很多道具。后面还有个飞镖，镖，你看这个机器人还会葵花三世，看不见？镭射眼，机器人好像非常迟钝啊。可以给他打倒，你如果对他一顿输出啊，打一打他直接倒了，你知道吧？打倒了，这个贼丢人，这个机器人啊，一个机器人被肉身的人打倒了，你能理解吗？好了，就是这个下上这招啊，啪啪的。
这个为了刷分啊，真的是为了刷分真的是煞费苦心，多亏我技高一筹，打开红包，过年啦，送给你一副对联，拐一年摇一年缘分呐、啊，吃一堑长一智，谢谢，大概是这个意思啊。好，看一看了啊，现在时间很充足，咱们就用特殊的技能去打他啊，双雷射眼，牛逼啊！理论上来说，两个主角哪个厉害？其实我们小时候都喜欢用二皮的位置，都喜欢用二皮的那个尼克弗瑞。但我小的时候真的不知道，其实小的时候吧，你们知道吗？就是甭管是漫威还是 DC， 其实 DC 还能强点。小的时候吧 ，DC 比较火。那时候小时候咱们都不看漫威，你不觉得吗？那漫威你都不知道神盾局局长，神盾局干嘛的？我管你是谁啊，我对吧？好，可以看到这个分数，57万啊，直接奖励57万，现在是记录是166万。这个打分这是第二关，打分打这么多，非常的牛逼。就是你们想嘛，就是好吧，红色风衣。但是咱们肯定是啊，小的时候就是觉得，就是你看，就你说问我第二个人尼克弗瑞厉不厉害，尼克弗瑞干嘛地都不知道啊。好了，看看，你看这个大汉啊，一个是李岩，你看一个李岩，一个后面你看这个平头大汉，这个大汉有点东西啊。好，这一身绿的这人看起来就可爱是吧，一身小绿人。好，又是这个小冲锋枪，这是正了八经的乌兹，你知道吧，这乌兹枪就应该是单手就能拿的半自动，对吧，这个冲锋枪，你乌兹枪你要还是双手拿，是不是感觉微面啊，跳起来一个空投，这道具必须要捡起来，哪怕是扔的也要捡起来啊，都是要统计的。好的，一顿乱射，这乱射有点东西，你看啊，好，被雷。小的时候觉得有一个手枪可以让咱们无限开枪，多牛逼啊，后来发现手枪攻击力贼小啊，贼面。好吧，这个玩法有点东西的。我一直觉得坐在车里面这个司机是最傻的，这个每次这个车被打爆了之后啊，这个司机在上面都，对吧，司机在里面都烧着了，多嘚儿啊，你说啊，活活烧死了啊。狼，我无缘无故睡着了，一醒还在酒桌上，那是无缘无故吗？那就喝多了呗啊！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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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冲锋枪，来把这个打碎。你看啊，你看里面有个司机，你看那个司机好像傻一样的司机啊。当然你要跟我说他是人工智能的这个机器人，我也服的啊，也不是不能够嘛，对不对，被催眠的。好，可以看到有刀，你看不看见啊，希望他把刀撇出来的，你看，哎呦，这个手速应该是开了连发了啊，这个手速是确实是快，20000。好，这个叫爱岗敬业啊！小的时候其实这个也是挺有意思啊。这人长得像我们小的时候那个体育老师，就这个机器人啊，头是人头，看到没？小时候我记得我特别喜欢看一个电影。叫这个机械战警还是机器战警啊，就是那个 Murphy， 对吧，就是一个警察。好的，这个女的也太惨了，一直想把她扔到水里面扔不进去，就是她是个警察，然后执行任务当中呢受伤了，但是呢大脑还存活，把她扔到了这个机器的身躯里啊，好像有三部吧，那时候我觉得这个电影真经典啊。除了这个电影之外呢，还是在这就是看那个什么霹雳游侠，霹雳游侠音乐也特别好听，
每次在正大综艺啊，不，这个是叫正大综艺吧，好像是啊。每次演完了之后就有这么一个啊，就是演，觉得这个霹雳游侠那个车是智能的车。那时候我就想，哎呀，我就想，要真有一个这样的车得多好。现在这个车理论上来讲还没有实现呢。但是呢，你可以加一个 Siri， 对吧？你车上加个 Siri， 不知道你懂不懂我说的。大哥，这个机器人也能举起来的，过分了啊！好的，200多。糊涂侦探吗？我忘了，我小时候还看那个小糊涂神，就那个金糊涂呀，银呀银糊涂，比不上咱家的老糊涂啊。T800 哪有那么弱呀？ T800 得找那个真正点是看人那个施瓦辛格，感觉这个游戏里面叫利奥的非常多。你看，就这个光头啊，现在比较喜欢看日剧。这是叫红毛是吗？太嘚了啊！好了，跳到操场啊，操场中间。你看 ，Dead 音什么 Blood Baby， 开一个小的时候感觉这哥们开一个坦克，对吧？身残志坚啊，这小子，这个 boss， 看见没？还会发导弹，哥们长得也帅，看见啊，确实帅。你们看过动画片，你们看过那个大草原上的小老鼠，摩登原始人，啄木鸟乌迪，还有那个什么什么那个什么什么熊老贼嘚儿啊。你记得以前可以摇红人，是可以摇啊，但是咱们打摊分玩法，你没见过摇的，你见过摇没有意义啊，咱们就是正常就是要打。其实要想速通的话早就可以过关的啊，咱们有无数种方法可以弄死这个 boss， 但是咱们现在要刷分，对吧？魔方 奥斯古牛逼， BC 还有卡尔呢，魔方大厦啊，邋遢大王，这都是小的时候我看过都觉得挺害怕的啊。魔方大厦是当时觉得挺恐怖的，那时候看那个谁，还有那个舒克和贝塔里面有一个那个老鼠吃猫那个啊，也是后面装个电池是吧啊，当时也是感觉挺狠。好了，看看正义战士我也喜欢看，变身吗？对啊，一个是在天上，一个是在水里，一个是在陆地上，可以变身，而且还有加强版，可以在太空，可以在深海，这都是正义战士啊，非常牛逼啊！小龙人，我是最不愿意看小龙人，感觉怪怪的。好了，可以看到，现在这个 boss 在快打旋风里好像是个小怪，这个 boss 到这里变成 boss 了，你看啊 ，boss 长得也确实帅，你看这小头型。虽然说啊，看起来像光头，但头上还有一撮白毛，有点东西的啊。地球超人，什么什么有什么水火土心灵，一共几个戒指，组成一个地球超人，还有个污染超人。哇，哎呦我，你看这。这多身残志坚呢，你看作为一个残疾人，人家开个车被你无情的搂死了，多惨。好了，先奖励36万，然后时间雷数9个，45000，然后奖励的这个道具
现在是317万3800，牛逼，是狠啊！太阳的儿子就是我，蝈蝈。这个还有个叫《天书奇谭》，感觉那个动画片怪怪的啊。好了，看看这讲分啊，该讲的分一点都不带少的。第四关，这个游戏剧情其实严格来讲啊挺长的，但是你想要速通的话会非常的快。下上，好了，一个粉色的戒指，雷啊，雷牛逼啊！你看这雷，对吧？雷的话，咱们要想讲分的话，肯定是不用雷的玩法，然后在不用雷的基础上，咱们吃一个雷是加这个10000分，多牛逼啊！你想想啊。奶酪，老鼠偷奶酪，哎呦我去，这个地方被左右加工了，看看啊，一个神坛斗士。小的时候我其实都没看过那种正了八经的日本漫画的，就是日本动画片的，很少看的。我唯一几个就是正儿八经是追过的日本动画片儿，也无非就是那个，也无非就是小甜那个我是小甜甜啊，真的啊，你像那个足球小子我不愿意看，还有个什么那叫四驱兄弟，我也不知道叫四驱啥的，就什么天皇巨星、什么超级天皇巨星、原始天皇巨星、太阳战车什么的，那个我也不喜欢看。我唯一喜欢看那个《圣斗士星矢》，然后发现电视台还不播，那是在我2003年、2004年的时候，我在网吧，在一个网站上看的，在线看的，只能凌晨的时候看，因为不是凌晨的时候呢，你看的话呢，你会被网吧的人一顿暴打啊，说你他妈看电影，我们游戏都卡。好了，看看。这个地方这个 boss 啊，其实有非常简单的玩法，双人是最简单的，但是咱们现在啊可以看到，在这里一顿摔，角落里面围着一顿打，打小兵终极招式就是堵角落啊，就是堵角落啊。圣斗士感觉要一整就是他制作商老烂尾。就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那个你看那个一拳超人第一季是不是挺好看的，结果第二季变到那个节操社，然后就觉得就一点节操都没有了啊，贼气人啊，就觉得不好看啊。好，哎呦我去，这个女忍者还有剑芒，看不见她能打出剑芒啊，有东西的。哦，好，一会儿看看上车，这个大车啊一直在行驶啊，确实是有点过分了啊。动动，这个是什么装置？为什么打一下还能打爆呢？好，把兵卡出来，就是 Max 啊！你看这些人名字，你看为什么都叫 Max 呢？蓝色头巾叫 Max 啊，柯南没结局，不是，柯南最狠的是要做平成时代的名侦那个福尔摩斯，现在都令和了，还没小学毕业呢！我操，我说啥了啊？对吧，平成时代当福尔摩斯，现在令和了，别扯了啊。炫光无法，天无台，躲密星盾，看我怎么躲密你啊。好，来看看那个宠物小精灵和数码宝贝好像不是一个动画片儿，
这个宠物小精灵呢，后来也改名了，现在叫什么精灵宝可梦，也不知道为啥起改名。好了，这个挖掘机被打了，看见？学挖掘机技术哪家强？好，这又是那个李岩，真的叫李岩？为啥叫李岩呢？明显是有点感觉，有点像那个中国功夫，是不是？还不是空手道的感觉。你们有人看过熊猫精灵吗？熊猫精灵啊，真的是赖逼啊。好，看看马上打 boss 了，就是在这么一个车上干。这车是真车，金条兄弟，这可是金条啊，各位。这个大人扔出来不一样，看不见？这大的这个人扔一下，速度变慢了。你看，大汉。好，一个自爆。一个雷炸出来了，炸到里面去了，看看见啊？这哥们还拿手炮，看看见这哥们啊？有个手炮，五十级粉手炮啊，这个强化加13的啊。热血无赖有啥好播的？我都无敌了。然后现在也不让播了，热血无赖里面涉及到暴力、黑社会等等的因素，不让播了啊。虽然说咱们的主角其实并不是黑社会的人，其实咱们是卧底，但是也不让播，就是不让播啊。说那些没有用的啊。啊，可以看到这哥们其实小的时候一直觉得长得挺帅的，看见啊？其实这个反派一副主角脸，但是是个坏人，是吧？手里拿个手炮。加13太 low 了，那没氪金呐。那你还能管呢？咱们看独角落里面这什么 boss 啊？这 boss 太面了，你看，你从来没见过 boss 被独角落打的吧？这就是一个啊，一顿嗨，再把他们这个棒子打出来，你看啊，他这个棒子不打出来的话，肯定是浪费的啊。这还有个棒子，对。把他这个棒子打出来，咱们再通关啊！直接摔死，200多，旋风扫堂腿，奖励48万，9个雷，给你们算分啊！最后你看这个奖，钱，箱子，叨。我跟你说，有的时候，哎，你看这个金拼，你知道东北的女人最嘚的是啥吗？一旦你碰到这样的女的啊，就像小狼这样的还可爱一点。有一些女的，一旦要是给你们叨，那是什么的叨的啊，你们就肯定是疯了。好了，看看一顿突突，杰克。讲道理说金拼是狠，金拼他妈那么大个坨都能摔啊！恐龙战队不知道，没见过。最近我看那个什么啊，老嫂就那时候就想说，哎呀，想看那个什么，那叫什么电影来着？叫那个什么萌宠，什么爱宠还是萌宠大机密什么的。然后结果没想到就初二了啊，看来他又要想看了。那里面有个兔子非常可爱啊，你的旋风地堂腿拿来做后卫的话，天衣无缝吧，靠，这天衣无缝是真的没谁了。狼总为什么不火力全开？可以火力啊，我老忘啊。其实真正做主播啊，我感觉就是得有一个，哎，你得有一个那个什么。你看这个箱子得举起来的，你知道为啥要举起来？最后结算的时候是有用的啊。
好，看看这个现在还没有到最后的环节啊，兄弟们啊，这个剧情还微微有点远啊，因为咱们还要再打一个机器人的啊，所以说能晓得的啊。金拼也是蜘蛛侠的反派之一，这里面这个金拼长得就帅，我告诉你，知道什么叫长得帅吗？长得就是帅啊，没法说这个事儿了。那个胖子也有帅的时候，也不是说啊，很多人就说哎，胖子那个现在怎么怎么地啊？你看那个日本人啊，日本有那个相扑的，你看那个练相扑的那些人啊，他那个老婆长得都老漂亮了，真的啊！我在日本就有几个这个练相扑的朋友，非常厉害啊！我有个朋友叫本田，长得非常帅，没啥事天天洗澡啊。好了，这个人叫 Reed 啊，好，这些都要举起来啊，必须得举起来啊！我操，这个骷髅是啥？这个骷髅是个炸弹，箱子都要举起来，看看见？举起来就行啊！这摊分也不容易啊，多累啊！你说啊？相扑和摔跤有啥区别？那区别大了，相扑只要把它推到圈外面就行了，相扑不是说给谁打输了给他打服了，是给按照规则打的，把他推到外面去啊，对不对？相扑摔跤就狠了，摔跤你对吧，你再倒了之后呢，你还把它翻过来你才算，就你要是古典式摔跤那更狠了啊，对吧？你像咱们小的时候说摔跤对吧，你像那个谁那个刘老根说的，你摔跤摔不过我啥的，那摔跤它不就是那啥吗，它就咱小的时候觉得摔跤好像就是一个腿绊我给你绊倒了就完了，但是在比赛当中你不行啊。好了，看看这些机器人啊，塌塌的打一下上千分，你看不看见啊，用这个刷分真凶，咱们这个黑虎天骄啊是真有耐心法啊，你知道吗？我跟你说，但凡每一个刷分的大神都是有耐心法的人，很多人觉得哎呀无聊，我靠，人家一命通关什么的已经是很帅了，人在这个基础上然后打出这种限制的玩法多牛逼啊，对不对？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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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你要打成最后那一下其实也可以捡起来，我记得好像给他打成最后一点血是不是还可以把他举起来了，好，可以把他举起来，你看这个赖不赖，你说好，全都打爆590是吧，牛逼的啊。哈，哎呦我这一棒子，我的这个小兵立功了啊，这个小兵立功了，这一棒子是真心厉害，有点东西，绝对是不亏啊，绝对是不亏的啊。好，这个火力全开，大伙啊接着来啊，火力全开这种东西多多益善，好像一天可以开十个是不是，200多刷分不行，你关键你得有血呀，你老200多你咋刷分啊，兄弟啊，也不是免费练的是不是。三国的话想有也可以有，今天已经做了三个三国，一个恐龙，一个惩罚，然后估计就是11点了吧。哎呦双截棍，哇靠，非常的秀啊，这个双截棍啊，手雷刷分高吧，刷个屁分，你一个手雷10000分，你9个吃满了之后一个手雷10000分，然后每次过关的时候那个结算分数你拿手雷刷分，那不是二逼行为吗啊，对不对？这里面但凡你能扛起来的东西都在最后结算的时候有分数，这都是有分数，然后呢你看这个，我操，这20000多爽，
对吧？再就是用枪，你看用枪的话1000分，对吧？你都要整清楚啊，你不要以为好像，但是这个小手枪就弱逼了，小手枪才800，你看这个这没办法，被左右加工之后，咱们现在费了很多血。前前哈一个滚，这地方还有好的一个奶酪，老鼠偷奶酪，妈的直接就是钱啊！好的，这小飞镖该撇撇，捡起来就行。箱子也要捡起来，你看箱子也是捡起来，你只要捡起来一下就可以啊，不用考虑说什么啊、我还给它捡起来扔了什么之类的。小的时候觉得这个游戏有雷挺厉害，特别喜欢跳起来扔雷啊，也可以，也其实也可以直接扔雷啊，然后前前扔雷。最狠的还是啥呢，就抓住人之后呢会200多啊，抓着人的200多感觉爽啊。追力呢可以把人从扔起来，捡起来又是机器人，你看啊，这回这个机器人啊，皮肤变了，可以看到那个大肉腿，一看那个大肉腿，好像跟这个恐龙快打的感觉差不多。恐龙快打的大肉腿啊，就是这样的啊，就是一下加满。这里面咱们可以看到呢，咱们现在是，用枪打，这里面枪怎么才打他才按100分算，这分少了啊，这分就少了这个。我操！好，拿这个枪。同样是机器人，这个皮肤不一样，这个动作快一点啊。还会大劈叉，你看。好，刷出小兵来了。该刷的小兵，你一定要等。你看这个机器人最帅的就是被打趴了，就是直接就一个大塔趴，贼萌啊，机器人被打倒这种感觉。好的，还会地雷阵，看看你啊，还会 bug 阵啊，有东西啊。这个骷髅头好像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是什么，怎么还有个骷髅头，骷髅头可以，骷髅头可以当炸弹。哎，对，这个骷髅头，哎，他吃了骷髅头可以当炸弹，然后呢把这个机器人打成最后的一个腿之后呢捡起来撇了也算啊，也牛逼。哎呦我这一个大劈胯雷射眼，好，我们看看还要再等最后把这个打掉啊啊，还要再打一下，不敢不敢真开枪，把 boss 打死了。好的，捡起来啊，捡不了了，这嘚了啊，机器人都被打瘦了，这机器人一脚踹死。哎，看来啊还是有核心程序，你说碰见机器人来一个那个叫 E 叫什么 E 什么 PEMP 还是 EXP 我忘了，那个道具直接就把它电给停了都好啊，多牛逼啊啊！好啦129万，我操，光道具摊就50多万，厉害吧，这个确实牛逼啊。好啦，又是这个金拼最后一关啊，这是非常的豪华，你看啊，一上来直接踹到人家那个大酒店里面，然后一顿甩枪，一顿甩枪流，看见？这么打是1000分啊！这么打是1000分。对 ，EMP 是吧？那个 EMP。一脚能踹好几个垫子，这个事儿你们不觉得很假吗？你看啊，这样式的，别说，哎，我操，这人真有钱，看不见，看不见，看不见，
哇，这一下三万分啊，兄弟们，这一下三万分啊！他扔了一堆雷，然后又爆了一堆雷，多厉害啊！这个，呀呀，好来，你看这个道具，看一下。啊、大锥子比较帅，看见？你如果说你看到这个大锥子这个啊，给人一种感觉，撇出去之后一定会把人就直接击飞，直接就秒了。打完能一千万吗？你猜呢？怎么说呢？好了，看看现在这些小兵啊，惩罚者，你看这个大头贴长得还是蛮帅的啊。看小狼吃播，仿佛回到了小时候，没错，是童年的回忆。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是吗？童年的时候你们有没有什么特别不堪的回忆？能不能到时候投稿给我啊？你们童年有什么非常不堪的回忆？比如说有一些非常尴尬的事儿。我跟你们讲，我最狠的一次尴尬的事呢，就是我最狠谈不上啊，但是挺狠的。我不是先上的班，然后再上的这个再上的大学，然后我去报我们学校的这个就是一个艺术团的这么一个参演，我是发挥余热呗啊，你肯定妹子多呀，对吧？然后结果呢，我去报名的时候我报错了，本身我报的是正常的舞蹈是吧？结果报成街舞了。然后呢？结果让我上去之后，跟我说你，就说你来接下来你的表演。我一瞅，他们上面表演的全是跳街舞的。我说你们这是什么社？他说我这是街舞社呀。我说那我不是，我报错了。他说那你都报上了，那你怎么说啊？那你得上了，都排好了。你这你看，有领导给下面呢，你这不表演不好吧？我说我没准备啊。他说那你是报啥的？我说我报正常那个开场舞啊，对吧，报那种民族舞啊啥的。他说那你就表演那个吧。后来我看他们都给那地圈给那罗就嘎嘎一顿转腿，就是那有点像那个就是像那个惩罚者前前一个正前前一个血杀200多似的那个姿势，我对吧，他们都那么干。我后来直接跑到台上，然后放了一个我的那个民族那个音乐，跳了一个广播体操，然后我就下场了。老尴尬了啊，老尴尬了。结果到这个后，等到过两天，我接到通知说我通过了，说让我去。我操，我他妈服了啊！好了，剪啊，不用剪了。最狠的还是审核通过了，说你比较好，说你比较符合那个街舞气质。我说我他妈的，真的是嘚儿啊！我看着我们那个学校那个几个男的，我操大。拿脑袋给地下转，给脑袋上戴个碗，戴个盆儿，不戴个什么的，戴个头盔，咔咔转，我操，感觉牛逼的要死，对吧？一顿翻跟头，我说你们都那个，我给上面跳了个广播体操，结果还过了，老嘚儿了啊！现在开始做第八套广播体操，原地踏步走。棒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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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不是你跑到那个校艺术团干什么去？咱们系里就有艺术团，你当领导吧。然后我就当领导了啊。好了，感谢我们的小月哥，直接一首《超大玩星》给大伙儿，给这个我狼人直播间啊加了十万热度，牛逼！呀呀！好了，一个摔啊！我上每天做第二，每天做两半第八个。我跟你说，现在啊，就是有很多那个单位啊，尤其是那种不是，就是现在吧，也没啥的啊。就是我说什么单位，比如说像什么洗脚城啊，什么一些什么饭店啊，他不都是有那个企业文化？
其实也为了服从测试嘛，对吧？很多员工在上班的时候要开会，然后还要跳体操，还要还要跳点那个什么东西啊，你懂的。好的，我们小月哥大玩星又加飞机，今天晚上要让我炸啊！大玩星未加飞机，有点东西，这个爆炸了啊！是很是很，飞机还要再续呀呀。好了，我们先不扯呀呀的事儿啊，主要是啥呢？主要是他们那时候跳舞，有的人跳的还能好点，对吧？他，你像有一些饭店，有一些那种，对吧？打工的。对吧？他最起码啊，他跳点好听的歌，他好看的，对吧？有的人跳的是真嘚儿啊，有的人放那歌放的我都看不懂。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我这咔咔就一顿跳，你说你跳点实惠点的，是不是啊？好啦，我们看一下这我们大 B 哥啊，我们大 B 哥又是一个超大玩星啊，这个。热度要奔，对吧？热度感觉要15万起，还要蔫蔫啊！底下老太太急眼了啊！但是我还要来一句蔫蔫啊！蔫蔫，好了，看看我们那个最狠的是跳那个是什么？童安格的一个曲儿叫什么？是什么？告诉你一句话，是当当当，滴答答答答答，答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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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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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刚才不小心没举那个箱子啊，少举了一个箱子，很可惜。这样的话就少算了个分啊。跳那个歌，那个就跟那个电影，你们看那个苹果没有啊？就那个范冰冰、佟大为，啊，梁家辉演的苹果啊，那个苹果，刘苹果，他那个骑脚城，他单位跳的就是这个曲儿，对吧？啊，200多是啥呀？一个摔，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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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啊，你看还是用甩枪啊，还得是甩枪流，真的真心牛逼啊。好，可以看到一会儿马上就见到老金了啊。老金确实实话实说长得虽然说胖，但是人长得帅，没法说，就是是胖子现在好多人不喜欢啥的，但是确实怎么看我哟，刷了多少个刀，咱们看一下，刷了好多的刀啊。哎，但是没捡几个，这个很嘚的啊。我为主播现实游，这还不算啥，最狠的就是走过金山美如画，我是奔腾霸君吗？我当时有无人多荣耀，这万里飞走天涯，这个呵呵，我为祖国现实游还是垃圾点啊！他那个不是胖，那你也没有那么个肌肉的啊！你再不胖，他关键是他不和谐，知道吧？啊，刀子最多只能同时存在三个。咱们弹幕当中啊，鱿鱼大哥啊，确实是比较专业啊，大箱子一举，还有个雷的，你看旁边。边吃铜锣烧边喝小啤酒边看我狼，我想吃小龙虾。这个现在小龙虾都便宜啊，这个断层式下跌，小龙虾做好了是好吃，我喜欢吃好的小龙虾，不喜欢吃那种就是糊弄事儿的啊，对吧？就长得像小龙虾的拉拉骨我就不喜欢吃了啊，必须得有那个头顶上得有黄的，那尾巴老大的那种，一吃起来就过瘾啊。好了，
还剩11秒钟呢啊，这个秒吧跟咱现实中的秒不一样，它看起来好像是11秒，但事实上很时间很长啊。好，感谢我们的 INSECR34 赠送的办卡。好了，扛着箱子下去了。看一下，哎，老金，你说你们告我这是肌肉，哎，你们再给我翻译一下，这是肌肉，这不是胖。你再说一句，这明显比例不协调。老金拿个拐杖啊，非常帅，看一下。但是，哎，还会投技跑投。咱们看抓这个金拼啊，确实牛逼的。你看啊，只要你看，如果你抓它，你看啊，能摔它。能给他举起来，哎哎，这个你们不觉得这个很不靠谱吗？很恶心吗？啊，你这也太变态了啊！呜呜呜呜呜！漫画设定五花肉，五花三层。哦。这金拼确实啊，功高肉厚，起身速度还快。你看，不愧是最后的 boss 啊，牛逼的啊！哎呦，这个玩法真赖！你看不见，他往回摔，还能摔到这个小兵，你说多恶心吧？你说。好了，看看，又开始甩枪。他全身体脂只有百分几。但是还是干不过惩罚者呀，啊，多牛逼啊，你瞅瞅啊。拿个拐杖就牛逼了啊。好，可以看到800多万，1000万是妥妥的啊，咳咳，他最后结算的时候肯定是超过1000万的。哎呦，还好还有补血啊，那个大肉腿一下就能补满的节奏啊，不用多说的啊。啊！哎呦呦，看不看见？还会喷烟！哇！他们这些小兵其实挺皮的。好了，看看再摔。赶紧200多啊！赶紧200多，不200多的话肯定是扯了。有补血，直接一个道具捡起来，咱们看看打死了之后，这个补吃不吃都无所谓啊。咱们看看，先是奖励啊120万啊，先奖励120万，然后加时间啊，血量，然后手雷，看不看见？最后多少件道具？看一下，9个手雷不用多说啊，然后多少个道具？99个道具，哇，爆分了，兄弟们，爆分了啊！这个是真赖啊，确实牛逼，1000多万，890万，900万加200多万，你算吧，1100多万，这个太厉害了啊！好，最后也是感谢我们的黑虎天骄给大伙儿表演的这么一个惩罚者的一个1000多万啊，就是爆分的这么一个通关啊，确实是牛逼啊！